大哥，你大半夜让天阙的王妃在这儿给你弹琴听，你有经过本王的允许吗？ 你怎么来了，王妃？你这是在干嘛？你怕本王杀了他？我当初既然决定在南疆大门饶他一命，便不会出尔反尔。不过是一条烂命，你要？ 便拿去。哼！既然轩辕公子都说是一条烂命了，那你这条烂命我要了，又有何用啊？你还不快下来！原来毒害我的是你！ 你们都将我的人难分难舍，占据我。一念间是。